稍微卸放完毕啊，待会要拆装这个，现在看到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冷却座啊，那个就是我们要更换为 US Power 的转接座，我要来将这个自排油的油将它转接出来。然后这个就是 US Power 开发的这个自排油的转接座。哦，它这是透过两个锁点接头，哦，将自排油来引导出来，然后经由这个冷却器，然后现在已经拆下来的，哦，这一颗是原厂的它的这个自排油，哦，自排油经由里面，哦，与这个水管，然后这是接水管的部分，哦，这就是这个冷却器，我们等一下要换上这一个。哦，它中间的 O-ring 是沿用原厂的，原厂的 O-ring 将它更换过来，哦，就可以进行，就是这个橡皮圈，跑过来。